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新一期的 CCTV 风中剧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和您共同来欣赏的是在天津中华剧院录制的由天津市青年京剧团演出的京剧《大英劫掠》。那么，这是一出怎样的剧目？又有哪些精彩之处呢？我们一起听听嘉宾是怎么说的。京剧舞台上，这个《大英劫掠》啊，这个作为一出传统剧目，当年呢，很多的这个旦行的名家都演啊，这个荀慧生先生演的就很出名啊，很有影响啊。后来呢，那么到关素霜这个老师的时候，他又对这个戏呢进行了一部分改编，同时呢又恢复了这个戏最早的名字叫《铁公园》，还拍摄了电影，也很有影响。那么现在呢，就在京剧舞台上呢，就出现了两个版本。一个版本呢，就说是《大英劫掠》，是应该说是基本上是按传统的演法；还有一种就是有所修改的这个变动的，那么就是关素霜老师这个《铁公园》的版本。跨越了四个行当来塑造一个人物，恰恰是这个戏的看点。这几位演员之间这种互动的这种表演啊，非常有戏。师您好，您好，今天看到的是您演出的这个《大英劫掠》，这出戏您排这出戏应该是在上研究生班的时候是吗？对，这出戏我是跟刘秀荣刘老师学的，那阵儿还在八几年的时候，我在天津中国大戏院看过刘秀荣老师和张春孝老师这二位老师合作演出的这出戏，当时那个剧场效果非常好。就是刘老师啊，不论是前面的文戏部分还是后面的舞的都非常精彩，当时就是给我留下了特别深的印象。我想就是非常喜欢这出戏，想跟刘老师学，有机会想自己演哈。对，最后终于在这个2003年我们上这研究生班的时候，终于如愿以偿了，跟刘老师把这出戏学了。那个《大英劫掠》这出戏啊，它这个观赏性很强。这个剧中这个陈秀英这个角色啊，他分四个行当来演绎，前面的花旦、闺门旦、小生、武生，那么这四个行当也可以说对演员的要求就非常高，他非常全面。你要是有文有武，而且唱念作打都要具备一定的水平。大英劫掠这个前面茶馆这一折，是花旦迎宫，现在有一些花旦演员哈、都把这折单拎出来单演这一折，所以这折的看点呢，我觉得就是看演员的表演，念白，以及跟这个小生跟这个彩婆子，也就是陈母，这几个演员之间这种互动的这种表演啊，非常有戏。这个既不能我觉得既不能演得像这个孙玉娇这种太小女人的这种感觉，又不能演成这个十三妹，现在这种一种侠女的一种形象，要有一点刚柔并济。对，有一点刚柔并济，所以说就是把握分寸，把握分寸很关键的。所以这个戏呢，应该说对这个演员的要求是很高的啊，他应该具有这种一专多能的全面的文武兼备的这样的条件
条件，那么就说就是这个跨越了四个行当来塑造一个人物，恰恰是这个戏的看点。那么阎威呢，这个他本身就是一个很全面的演员啊，他这个最早出名是以武旦出名的啊，武旦出名的这个在2001年全国青年京剧演员咱们青京赛的时候，他拿的金奖，当时他演的那个四周城，他呢这个在作为一个武旦演员的时候，他就体现了一个特点，就是他非常勤奋，练功非常刻苦，而且能够从难的要求自己。他在四周城里展现的一些个技巧，当时的评委们就认为已经要失传了。过后人们就发现呢，阎威的条件很全面，他嗓子也很好，所以呢就是说他在文和武的两个方面，他在武的方面是可以用三个字来概括吧，灵啊，他有灵气，灵稳准。金鹏老师你好，说到大英劫掠这出戏，您跟阎威老师还有一段特别有趣的故事哈。是是是是，我们是同班同学，毕业之后呢，89年正好是中国大戏院，天津中国大戏院请这个刘秀荣老师跟张春孝老师呢演出，其中就一场是大英劫掠，我跟阎威呢正好那天去看戏，我们俩坐在一起就说了，如果以后有机会呢，咱们俩争取把这戏跟老师学了演了。后来很巧，阎威就是04年的研究生班，他就首先选择了跟这个刘秀荣老师和张春晓老师学习这个大英劫掠，哎，然后呢，刘老师跟张老师呢，就是去要求把我也04年提前叫到去，叫到北京来，提前先给我们说这对刀跟对拳。还有拉弓，因为刘老师跟张老师他们二位的艺术特点在台上就是配合特别默契，特别严谨，对，也就是提前给说了，就是让我们俩争取把这些东西呢都能够体现出来，也能体现出来这种严谨的这种默契配合。04年提前进入说完之后呢，05年到团里，包括刘长生老师一起给我们又排完之后，05年首演的这个戏。吉鹏，我们是同学了，在一起工作呀、合作啊30多年，有时私下聊天的时候啊，我就觉得吉鹏啊，他的知识面很广，哎，这个而且很风趣幽默，很风，哎，对，我也想说这个，哎，他很风趣，你跟他聊天啊非常愉快，你包括合作也是非常愉快的，他的对艺术的鉴赏力啊挺高，而且他有独到的见解，这演员也挺难得的。这戏呢，有一段时间的磨合，而且呢，演出的效果很好。由于这个阎威的出色发挥，包括老师呢，这个非常认真的给我们说，要求的很严格，也说的很细致，所以演出效果非常好。说说您塑造的这个人物吧。啊，这个人物呢，还有一个时间的跨度。后来他被这个王大人，被王富刚把他救出来之后呢，这是很长时间以后了，可能这个矿东就长出胡子来了，哎，小生代然后很少，这戏也是一个比较有特点的吧，算小生行的一个特点吧，后来戴上然后了。那您当时扮相是不是也得找一会儿？哎，真是不习惯戴然后，从小就写小生，这二三十年没戴过然后，这头一次戴然后，那挂然后都不会挂，那找不到耳朵开始，戴上酱油之后，这个盔子上有耳朵，这戴然后都找不到耳朵，不习惯，没戴过然后。来将痛毙李老爷，矿中什么什么什么？矿中。Thank you.
点没错啊。哎呦，哎呦，哎。另外还有一些我们团有一些非常优秀的演员啊，参与到其中啊。你比如说刘树军啊，就是我们这个师哥的他的彩婆子。我们这刘师哥啊，在台上他非常细腻，我觉得啊非常细腻，不犀利。他一上台啊，就很有气氛，舞台上很有气氛，很能调动观众的情绪。怎么还有拔萝卜啊？我们两个人呐，怎么着？是两不该。哎呦，你们俩人是两不该了。妈妈我呀，前后丢了四个芥菜疙瘩。可因为这个，他要体现出这个母女孤儿寡母嘛，哎，俩人。这个相依为命啊，这些的东西要是特别的严实，还得逗这些东西。比如说什么叫他什么的啊，一上来给他轰下去，再叫回来，再叫他不出来怎么办呀？得了，我哄哄他吧。啊妞啊妞，先出犄角后出头喂。你爹你妈给你买的烧肝烧羊肉喂，先出犄角后出头喂，你爹你妈给你买的烧肝烧羊肉喂。哎，你要不吃啊，不吃我可喂狗了啊。再一个，这个婆子，这个婆子跟平常那婆子还六月雪呀、什么的这些婆子还不太一样，因为这老婆她本身就有武功，所以得有按这个五彩蛋那么严厉，她本身的性格、脾气，包括脚步，本身的豪气，都跟别的体现的。不一样，我们配合的时候呢也是特别的好，到台上，你多念这个，我就接这个；他念那个，我接这个；我念这个，他接那。有时候那字儿不见得非得一样，可是意思必须要好。这也是特别吸引观众的一点，就每次看，即使同样一出戏，同样的演员阵容，不一样，不一样。对，应该说每一场你看的。绝对是不一样的，因为那气氛到那儿自然就出来好些东西，可是这需要这几个人在一块儿的阅历默逆。观众朋友，刚刚听了几位嘉宾精彩的讲述，我想您对今天的演出一定是充满了期待。欢迎您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呢，登录空中剧院论坛留言，或者是给我们栏目组来信，提出您的意见或者建议。此外呢，您还可以关注新浪微博 CCTV 空中剧院官方微博，和我们在网络上进行互动交流，分享您的看戏感受。我们将会定期抽取幸运观众，赠送 CCTV 空中剧院精粹选编的 DVD 光盘。那么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走进今晚的 CCTV 空中剧院精彩节目。马上开始。